喎。我哋今日咧係特登嚟到呢度支持 Gary 去參加香港第一屆舉辦嘅 KeeperBattle 啊！要 keep 住我聽聲啊！我知呢個 KeeperBattle 咧係由南美傳入嚟嘅，今次係第一次喺香港搞啊！梗係啦，事關重大啊！我哋依家就即刻放 Gary 出嚟同佢執訓一下先，唱下 Gary 數。正如 Kiki 所講啦，守門員對抗賽 KeeperBattle 近年咧喺墨西哥同埋西班牙等地咁盛行，皆因咧佢哋玩法非常之簡單啦。比賽咧就要求兩方守門員喺三分鐘之內持球對射，射程約18码，搶先射入指定分數嘅一方就為之贏啦。過程期間佢哋除咗可以用腳射入龍門得分之外咧，就算用手掟入對方嘅龍門都會算數噶。Gary， 你真係要醒醒定定啊！趁比賽未開始，就等我同 Kiki 同你熱定身先。皆因咧 ，Gary 今次要挑戰嘅對象係前太陽飛馬門將，兼且喺2009年為香港贏得東亞運足球金牌嘅型仔鋼門吳日海啊！咁雖然咧依家阿海就已經退役另有發展啦，但係身手依然係咁了得噶。Gary， 你要加油啊！如果講靚仔程度嘅話咧，喺我心目中 Gary 同阿海都係不相伯仲嘅。咁但係咧，講到做龍門嘅功架啦喎，佢咧就真係唔夠阿海嚟啦。就算佢幾咁努力都好啊，都係冇辦法射破阿海嘅十指關啊。咁結果咧，呢場表演賽阿海咧就輕鬆以2-0擊敗咗 Gary。咁雖然就輸咗啦，咁但係咧。比賽之後啊，當然要嚟翻張大合照留個紀念啦。Gary， 你冇事啊嘛？喂 ，Gary 啊，你係咪兩隻豬都嚟啊？喂，十號噶。哇！我啱先叫我打三分鐘籠，我以為好簡單，原來咁攰嘅。下次睇波嘅時候，記得欣賞埋龍門嘅表現啦。